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凯快拉电频道。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在下个礼拜四即将登场的全新礼包——万福礼包。那这个就是让魔法石半价的一个全新礼包，每个召唤师可以购限购三次。那其中的内容物是，你可以用150块的台币购买到魔法石12粒。那平常的话，150块只能买到6粒的魔法石，所以这个等于是两倍的魔法石数量，这就等于是魔法石半价的意思了。所以如果说你想要最近有想要储值魔法石的话，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全新的礼包哦。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啦。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关于神魔之塔的新消息，别忘了按下你的小铃铛以及订阅按钮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新的影片了。那我是王凯，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